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CT Gaming 今天的影片呢，将会做一下这个猎脸数据的。那今天做的猎脸数据呢，就是我常用的这个角色，因为最近呢，我在我的直播间呢，是有很多网友问了，是不是能分享一下我这个角色的猎脸数据。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这个角色呢练得普普通通，不过看来还是有很多网友喜欢的，所以还是决定了做一期这样的影片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好了，分享完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，希望你可以帮忙点一个赞。那如果这个影片的点赞呢超过1000的话呢，我会继续做这些猎脸的影片的。不想错过的朋友呢，记得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。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